失误。哭啊！一直失误哎、欸！哎呀！高级球。真実はいつも一つ。有没有机会？一个，两个。我是米多哥，今日的第一站就是来到了桥头监狱堂，让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宝可梦吧。佐尔加雷欧，四星的。哦，那一定会抓到这只。两个，三个。哦呦，这么硬的、哦！让我们玩第二道的时候呢，就突然来了一只莱克洛兹马喽，耶、yeah! ！没有。299，暴鲤龙赖克洛兹马出现喽！佛晓之意，转一下，下下上岸。一个，两个，三个，啊！莱克洛兹吗？莱克洛兹吗？哦，陆太来了。莱克洛兹吗？来了，各位朋友们，各位观众，给我们第一样。莱克洛兹吗？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啊！哦呦，第二场，希望可以叫个五五好不好？双五星，然后一起出来，584。哎呀呀呀！好了，这样了，这样了，五一五五，可以，有了，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啊！被反击机会，哎，没有反击机会，这应该对我们的赖克洛兹马没什么伤害吧？真的是没什么伤害。收服，我们把球丢出去吧。来喽，哎，老赵，那，哇，又是超级球，有没有？一个，两个，三个，哇，又喷出来了，太难了。什么无啊？哦，耐克洛兹马大图，救急一案，到底会不会出这一只耐克洛兹马？各位观众们看一下哦，急急急急急急，要开奖了哦！有没有？没有。三小草。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你的原路杀，耐克洛兹马。还有什么宝可梦一起出来？年年宝，不怕，去吧。35 ，nice 哦。这个第一针打的莱克洛兹马怎么样？虎虎，那我们的不怕攻击应该是有机会收服他们。不怕有6只手，这个应该是没问题吧？哇，按到10，极拳力量不够啊，有没有办法揍扁这一只莱克洛兹马？哇，没什么伤害。哦呀呀呀！反击机会没有，我有对面按到35，宁静雷射，我有，哦，这好像那个阿尔宙斯救急光力啊，射击，哦哟，我古拉多直接去世了，随便拍一只出来，战尾鳞甲龙跳一下舞啊，有了吧？绝对命中哎！哇，让伟林加龙还没跳到，我就先直接捕获了。就是现在，我们神圣的一颗球到底会出到什么球？还是前辈的圣球？没有，来了就是你的啊！精灵球，不要紧，精灵球还是有那么一点点机会。一个，
两个，三个，喂，炸！有没有加换机会？噔噔噔，没有。哎呀，我的体感时间四分钟，不会这么短吧？再来一场吧。噗，太快了！游戏开始来了，好像不知道是第几道，第五道还是第六道了。来看一下会出什么？来一个露娜雅啦！哎呦，第一次遇见哎，刚刚都一直没有遇到露娜雅啦，一直不出就是不出啊。亮一个，亮一个，亮一个，有没有闪亮亮？没有。岩狗狗就是你了。又是超级球。等等，一个。不会吧？我的体感时间又没了。不要不要别不要辛苦了，不要不要。开始经历有今日的第六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人在排队了，一场的机会越来越少，不要紧张，省钱啊，省钱啊，看一下，哇，怎么没有了？当一位妈妈遇到的时候，我们就消失了。绿毛虫好了，拜拜。来吧来吧来吧，出现了一次赖克洛之马，哦，月神可以，再来一只巴纳铁，前辈前辈前辈，拜托拜托，这么多人，让我们来一个前辈好不好？来一个前辈，搓一搓搓一下搓一下搓一下，没有，不行，再一场。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我不要去排队，啊！太难了。今天真的比较少。哦。结束了，结束了。当日月神。我们月神没抓到，耐克的也没抓到，我们现在要移动去别的地方。OK，Let's go。游戏开始，各位观众，我们上两位都有出莱克洛之马，我们来到这里呢，这是一个玩具一哥，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救急人到底会不会出现这一日哦，啊，我的灾哦，不会啊，都有人肚皮啊，人生啊，三金的吧，噔噔噔，噔噔噔。再尝再尝，拜托啦！有了，各位观众，我们今天有烟熏宝可梦的气息哦。难道是哦？皮卡丘？去吧，去吧，不怕。五秒，三秒，两秒，一秒，哦，二十，哇呀，对面按到防御提升呢，有了吧，有了吧，失误，哭啊，一直失误哎，哎呀。高级球。有没有机会？一个，两个。哇，好难呐！我到现在那一只我没有下过呢。哎，我从一弹到现在，高级球没下过半次。哎，太可惜了，太可惜了。游戏开始，我们现在的那个第二道，刚刚那个奈克洛兹马已经被抓走了，所以我们看我们会不会有月神的大图。哇，妈妈是皮卡丘，
我觉得我要拿钱出来了。好强哦，皮哥哥！好强哦！还不错了，还不错。你不要的皮卡丘，我帮你抓下来。我要去吃饭了呢，我交换哦。没有了，没了啦，辛苦了。嘿，拜拜拜拜拜拜。我就去吃了我这一次在我的麦当劳 APP 里面抽中的一个算是优惠券吧，就是买大杯红茶会送一个麦香鸡汉堡，那我觉得还不错。然后这个点数我还换了一个小包薯条，就是用点点卡 APP 里面还可以抽积分，然后积分又可以换点数，然后这个鸡点数呢又可以换一些食物或者是冰淇淋啊等等之类的套餐，我觉得还不错啦。点点卡真的非常实用。好，那我们就推荐给大家，这个麦当劳真的是点点卡很好用哦，然后 APP 也很好用。OK， 那我们就继续的打下去吧。秒中，哇，抓出来了，哥多呀，强运呢、啊？彩球，彩球，这是你的喽，不是我的。游戏开始，喷火龙，球雷姆在下面呢、啊。哇，没有，辛苦了，又结束了，下课了，下课了。好啦，应该会有人好奇我为什么这样遮住，因为我目前的胡子有点太多了。反正呢，我这一部影片呢就是非洲到底，最近都一直很非洲。那人生无非洲呢，哪来的欧洲嘛，对不对？有时候不幸运就会有幸运的时候嘛。都哪个时候会幸运？我不知道。那我们最后的影片呢，会是这一周礼拜六要抽出这个四二真龙，就是明天，没有错。还不知道的朋友们，请尽快留言，因为今天呢再不留言的话，明天就要抽奖喽。好了，那不管如何呢，我们这一部影片呢还是会抽毒贝比跟二星的。不是二星的，是二蛋的轮群猫，就是订阅后留言就可抽奖，然后恭喜画面上的朋友，就是你，尽快跟我脸书粉丝团联络我吧，记得要领奖哦，五天后过去就不能领奖了。那每片就真的到这里了，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好不好？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好了，我胡子真的很多啦，啊，就不想刮嘛，对呀、啊。好了，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谢谢各位收看，我是俊博，感谢你，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真的知道蛮多人会支持我，然后也固定收看我的影片，然后谢谢你们，感谢，我们影片就做到这里，拜拜。